多肉黑腐是每个养肉人的噩梦。黑腐呢是真正的急性病，而且是绝症，是没有办法治疗的。如果你发现你家肉肉有黑腐的迹象，就立即行动，该砍头的砍头，该撸叶片的撸叶片，以便保住更多的这种健康组织。千万不要再拍个照片发网上求助了，这是不是黑腐啊？等你有答案的时候，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时机了。所以只要你看到黑腐的，就果断的手起刀落，对吧？就是将茎干，特别像法师这种茎干的，一定要切除干净，一定要心狠手辣，不要留有一点点的黑的斑点。所以在截肢治疗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这种茎干一定要肢剪到没有黑斑的地方，然后直接抹多菌凛的干粉，或者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之后上啃。对于黑腐，请你马上砍头或撸叶片，然后晾干上盆就可以了。